我跟花木兰其实还是蛮有缘分的。对啊，你演过电视剧啊。我1996年演过电视剧《花木兰》。这是1996年那个电视剧里的剧照。没错没错没错，就是当年我在想，他们为什么会找我去演花木兰？导演说想我们找一个比较普通的，不那么强壮的，更能体现木兰的精神。那我就咬紧牙关坚持了。但是因为我不会骑马，然后通过很刻苦学会了骑马，但是还是被马摔得一塌糊涂。就是在4-5个月拍摄当中受了很多伤，最严重的一次是脊椎摔伤了，趴在那儿打了3针粉饼。真的是木兰的这种精神，想想他当年的那种真正的沙场的那种面临的状态在鼓励我。